嗨，给你们看这小比熊哈，这是刚刚洗完澡的样子，看一下。哇塞，这毛也太好了吧！是，眼睛都看不到了哈。咱们现在交给美容师，给它打造一款娃娃脸的造型哈。好嘞，来吧。好，咱们比较期待哈，给它来个大变装。来，胡子老师，给它修一下吧，然后顺便再给粉丝看一下哈。好。这只毛是不是太好了？对，毛超级好。真的，然后你再看一下身上，还吐小舌头呢，看身上的毛量。天哪，你看一下，软乎乎的哈，摸起来超舒服，体型也不大，只有一个巴掌大。来看一下小腿儿，小腿只有2到3指高哈，看一下。来吧，给它修一下，先给它的眼睛开个盲盒，看看眼睛是大是小哈。真的太期待了，我真的有被这只比熊的毛给惊艳到了，还在给你笑呢。赶快给它的眼睛开个窗吧。眼睛还挺大的。再看看另一只，天哪，它要给你打起来了。听话哈，给你修可爱一点。估计听懂你说话了哈，还在给你吐舌呢。老实一点，这样就给你找个好家。再把他的脸型修一下，接下来耳朵修成米奇型的。已经修好了，你看笑得多开心。这是知道自己变美了吗？咱们再看一下他的五官哈，嘴巴只有一指宽，再看一下侧身，天哪，这法拉利的底盘真的是爱了。这小长腿绝了，赶快给你拍个美美的照片哈，宝贝，看看哪个家长会看到你吧。我曾遇到一束光在前方。